大家好，我是郑颖。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来海西演出。我刚刚那个弹吉他的时候手超黏，就今天一整天都是又沙又黏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快乐。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辽阔的一天。然后刚刚在那个休息室的时候，里面有一只螃蟹，它一直想要找出去的路，它也找不到，它去钻洞，然后再跑出来，一只很大的螃蟹，超可爱的。对，就是来这种地方表演就会有这样子的经验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开心。所以那现在在现场看到大家，我也觉得很开心，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远道而来。再讲一次，我是郑颖。如果有人是今天第一次听我表演，第一次听我的歌，就请多指教。那如果是特别来的话，谢谢你们。我会讲一些话。首先是我要在这边谢谢就是介绍一下我的今天的乐手团队。首先是小白、老王、君后、我是这一种。再讲一次，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今天其实那个我们很早，我每次其实在这类型的活动，我都会跟大家讲这个部分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很早的时候，太阳超级爆大的时候，我们来这边彩排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台其实从非常非常更早，甚至昨天晚上就在搭。那等于是其实有非常多辛苦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在这边晒太阳、吹海风，很累这样。所以请大家给今天海西工作人员一个掌声好吗？辛苦他们了。那个等一下你们离开的时候，就是这两天弯弯垃圾请记得带走，我们把海恢复成干净的样子好吗？麻烦大家，谢谢。然后再下一件事情是跟我自己有关的事情，就是我今天那个中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消息，就是我的专场蛮好看的。那其实因为我本来跟大家讲说我今年不会有大型的专场，那我明年1月1号会有大型的专场，所以大家可以密切锁定一下近期的我的社群，就是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。 然后今天中午公布了售票资讯，那就是售票当天就麻烦大家，北中南台北是1月1号在 ZEP，然后台中是高雄是1月6号在后台，然后台中是1月7号在台中 Legacy， 这样子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消息。那这个专场会长得又跟我以往，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专场的话，它跟以往不太一样，就是台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人，我们会做一些很有机的事情，我们会很忙这样子，那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玩音乐的我们。好，就是工商服务时间到这边，那我们先继续唱歌好吗？今天是特别的一天，来唱一首特别的歌，这首歌叫《给他的火都不会甜》，来吧。